对啊，我常常有心理。其实啊，我最近刚失恋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只要被抛弃，就会增加我心理的罪。很好，你想怎么样？我紧张。没关系，最近其实我喜欢你。可是我恨你。我喜欢你。可是我超讨厌你嘞。我喜欢你。好，其实我也蛮喜欢你。好的，谢谢。接下来，那我们欢迎阿祖为我们带来《恨我爱你》，掌声欢迎。Thank you.
大家觉得呢？以上这两首歌听得还好听吗？没有回应，那就是听得非常的煎熬咯。带来第三首歌《煎熬》，掌声欢迎。